有人喜欢看这个驴蹄子奇形怪状的，或者是有病蹄的驴蹄子啊。那个今天他来了，看一看我身后的这头驴，看看啊，就这个蹄子。一会儿师傅要给这个修啊。师傅他们还在那边修呢啊，看看好难。这是一头新疆的毛驴啊，看看那边是新疆的老板，一会儿给这头驴修蹄子，好像食蚁兽的鼻子。看看这个驴蹄子啊，感觉就像一个跷跷板一样，它来回的在这动啊，来回的动，缺一口少一块的，你看来回的动啊，就像跷跷板一样，你看到没有，站着它不舒服。我们走，看看这驴啊，闷闷不乐的，俗话说十拐九不吃，肯定是没心思，腿也一直在动。看看浩南的烟，哎，浩南和驴抽一根烟，是吧浩南？哎呦，这真硬啊，这就十八八的，嘎嘣一声就掉了，跟石头似的里头，看看。都酥了里头，你要抓上了，哟！金刚，啊，金刚！你不是说他是说是被人吃了？下来了。哎呀！看里边已经烂了啊，好像石灰一样。别修好了，看一下肉丝儿，还要看一看，看看修的怎么样啊。比之前强多了。